陈平安的心神已经完全沉浸其中，眼前不再有什么飞剑良音，不再有金丹境剑修，只有光脚老人在竹楼内的暴虐大笑，豪气纵横，一次次打得他生不如死，一句句骂他是个孬种小娘们儿，其中夹杂着一些老人根本不是对他陈平安，而是对整座天地放生的肺腑之言。此拳一出，要将降下天威的神人打回天庭，要打得天地有别，由我这一拳来顶天立地。陈平安脱口而出，请出剑。听到一个晚辈少年如此略带挑衅嫌疑的言语，老剑修没有丝毫不悦神色，心意一动，飞剑良音由实化虚，如铁骑冲杀，为君主开疆拓土。陈平安脸色微白，双拳紧握，拳架微动，只是重重一跺脚，小院地面微微震动，一身巍峨山岳拳意如山根向地底下蔓延开去。马志微微皱眉，对着眼前少年，老人双指往下一滑，如同武夫以长剑要将敌人开膛破肚。陈平安瞪大眼睛，使劲咬牙，腮帮子鼓起，拳架再变，还是云蒸大泽，却开始收缩，双拳距离拉近些许。与此同时，所有流泻在身外的拳意迅速归拢体内，如双掌猛然合十，拍打一只苍蝇。如此托大，可不明智。马志冷笑一声，并拢双指再向上一提，暗中增加了本命飞剑的剑意重量。陈平安肩头微晃，一拳骤然递出，拳意汹涌，直冲上空。打的那道遮蔽小院气象的祖宗桂树荫呢，在这一刻露出了真相。他原来如同水帘覆盖在龟脉上空，被一拳拳罡轰然砸中，涟漪阵阵，以至于小院外方的景象都开始模糊起来了。老人在心中愤愤道：“我就不信了，堂堂金丹境剑修教不了一个小小的四境武夫。”老人郑重其事地后撤一步，一手负后，一手掐剑诀，厉色道：“陈平安，真正的试剑正式开始，飞剑良音将会虚实相间，对你的体魄神魂一并锤炼，用心对敌。”少年眼神坚毅，根本不说话，只是收起了那古老拳架，然后缓缓寸步倒滑出去，真是行云流水，赏心悦目。世间剑修剑意万千，大不相同。金丹剑修马志悟出的剑道真意，是本命良音一剑出世，愿人间再无炎炎酷暑，飞剑过处即是清凉圣地。距离龟脉小院不远的那座寻常院子，桂花小娘金素啊，正在吃一片甜瓜。岛上有一口天然泉水，冰镇瓜果最是美味。金素的传道恩师，妇人桂姨，她对于人间美食早已没有兴趣，在一旁看着得意弟子的冷艳容颜，便是这一刻，寻常的吃东西也流露出一份天然的清丽气度。心想，难怪当年孙家树和福南华两位老龙城最出类拔萃的年轻俊彦都要对同一位女子心动不已。孙家树是否喜欢金素？当然是喜欢的，只是妇人不愿道破天机，因为她并不觉得金素和孙家树能够成为一对神仙眷侣。作为金素的夫君人选，在妇人心中，才华横溢已经走到台前的孙家树最次，福南华稍好，最好啊还是范二。可惜世间男女情爱从来不以男子好坏、双方合不合适而论，这要怪谁呢？桂姨有些自嘲，她还真知道最早应该怪谁，只是如今就不好说了。她微微讶异出声，
忍不住转头望向龟脉小院那边。金素疑惑道，师父怎么了？桂姨笑道，你好像看低了那位姓陈的少年郎。金素又拿起一片干裂去暑的甜瓜，无所谓地说，就算他比天还高，跟我也没关系。桂姨好似听到了一些心声，点了点头，然后对金素说，你有事情做了，先去山脚铺子拿回药材，你马爷爷留了口信在那边的，应该早就准备妥当了，你回来后等到马爷爷开口，再给龟脉小院准备一只大水桶。金素茫然道，怎么那个少年客人要浸泡药水打熬体魄，这不是练体进武夫才需要经常做的事吗？女子有些不情愿，给一个少年做这些事情，师父我有些别扭，这可不是我是什么小姐身子丫鬟命，平时给客人煮茶抚琴清扫院落，与他们对弈诗词唱和我也勤快的，但是给人准备洗浴之事，我……妇人笑道，怎么师父亲自去做？金素叹了口气，仔细擦拭手指之后，我去还不行吗？在金素离开小院没多久，很快就返回，带了一波气势惊人的别州客人。他原本还有些忐忑，不知为何这些人执意要拜访贵姨，但是当他看到师父已经站在小院门口，便有些定下心来。在金素内心深处，师父无所不能，绝非寻常的范家客卿。虽然师父对于自身师承以及修道历程从来讳莫如深，但是金素可以确定一件事，以师父的眼光和口气，哪怕不是一位元婴地仙，最少也该是一位金丹境炼气师。不单是桂花岛这艘跨州渡船，六艘渡船每次往返老龙城和道玄山，都必须最少有一位金丹境修士坐镇。桂姨对外示人的只是桂花岛管事之一，观海境炼气师而已。如今再加上马爷爷，其实桂花岛现在拥有三位金丹境。金素还真不信天能塌下来。那一行人总计六人，老少男女皆有，全部来自东南同叶州，是此次范家桂花岛航程最大的合作伙伴。桂花岛将近半数密库地窖都给他们大包大揽拿下，至于那些货物是同叶州哪些独有产物，金素一个桂花小娘当然无法知道，她只听说同叶州一个宗字头仙家的大人物。不管如何，既然师父亲自出面了，金素也就安心去往桂花岛山脚取药材。他离开之后忍不住回望一眼，一位身材极其高瘦的老人，比起老龙城男子要高出大半个头，鹤发童颜，最为瞩目一袭浓黑如墨的长袍，纤尘不染，必然是一件上乘法袍。老人贴身护卫着一位年轻男子，相貌普通，眉毛很淡，但是有一双极为狭长的眼眸，眯起眼看人的时候，哪怕是洞府境的金素都要泛起一阵鸡皮疙瘩，不敢与其对视。